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，你这介绍这俗对无？用了盖用一盖用派呀，啊来了买了了，嗯，未歹用了，一直持续来买安尼啊。大家被一些大品牌的价格迷失了，所以看到价格便宜就会以为它的东西是不好用的。Simboss 沙巴的狗刚是了，大家知道 Simon 就是在做工程的。那我们很少呢找到一间店，同时间拥有多种的产品，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些工具的辅助选择。位于我们新市区临近南科这里呢，找到一间工具店，琳琅满目，三米毁动屋啦。你是要道路切割机、打草机、碎石机，什么东西通通都有。待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听说设备大概有800多种，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。现在就带大家来去看看，走啦。哎、欸、你好，大凯利二，哎，苏董，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这是什么品牌？哎、欸，我这是法国品牌 Toto。听说你这边有好像800多种起跳的一些设备，是。啊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电动的割草机，像这小中大是它是锂电池的。那这一台是四行程的汽油引擎发动的割草机，里面介绍一下。啊 okay、我看你这一只做派呢，这个是现在最夯的四行程的碎木机。碎木机，因为现在响应环保是不能燃烧木材，采下来的木材是不能烧碎，只能用靠这一台去破碎。连一些稻草也可以进去，对，也可以。那它切出来的材料就像我们的一些中药材，这样一片一片小小片的。对，我靠，哦，可以再带我们了解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产品吗？哎，我们这边是四行程的引擎发电机，然后还有割草机。那再用的割草机就差别说，传统是我们买一台割草机之后，我们像我们家有种篱笆或者是要锯树木，我们都要买3台机子。那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了，我们现在只要购买这一台3合1就可以割草，可以做篱笆使用，也可以做电锯使用。它这个是可以拆的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快拆式的方式，所以它这边就可以直接带动。来，我们是靠里面的齿轮去带动前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成3合1的方式，跟传统的方式不一样。也可以拆，也可以延伸，整个都可以。对对，像我们现在做农的，他们要植栽的话，他们要挖洞。那传统是我们都是用一个圆敲下去用。哦。那现在不用，我们用钻孔机就有小尺寸、大尺寸都可以。农地他们有做一些。一些小篱笆，有一个插竹子什么，也是都用这种方式。道路的一些割草帮我们服务，然后帮我们清洁，就是用这种鼓风机帮我们吹动这样。还有炼锯机哦，对，这些固球外，固球外，这就是比较家庭式的小型的十寸的，这个像德州电锯杀人魔那种，像这样小台的。这是2行程，机油跟汽油混合比较，空气压缩机，空气压缩机就是像这种，像我们在一些卖场气球表演，他们就是用这种小型无声的，所以完全听不到声音，它在发动。6L，10L，好，24L，这是中型的，中型是50L 的。你稍等下，啊，恁这物件卖啊这俗，敢会来用？来用。阮这拢有店面报告，拢免烦恼的。啊，有问题来找你。对，拢来找阮。嘿，阮店面就是拢有够好。哎，未来阮的全台湾是拢有据点，不管你倒一间店买，你也搬厝，也是讲因为这项会去到大家关心，咱只要有咱的据点，拢会使去服务。拢会当去服务。哎，对，拢无问题哦。嘿，对。我看来看一下这咱家庭用的，这应该家庭用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家庭用的一些小工具。对，划算呢。对，什么工具都有。对对。才卖哦，1100还有找。对，现在很多人都去 IKEA 寝具的东西都是做 DIY， 回来之后我们自己煮。那以前他附赠的工具是手工具，那我们现在都有小型的电动工具就可以使用。哎、欸，这个迷你起子一组1000块有找，这个比较属于像我们一些小型的，像我们电脑啊，或是那个电风扇，我们要清洁的时候，这个就很方便的。继续给他看下去哈、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一边的是引擎系列的，引擎系列的抽水机。就是我们在农田，他们需要抽水灌溉的话，对，他们就是要需要这种抽水的机子，还有小台的，这是1寸的，然后再来是2寸、3寸都有。哎，人客啊，咱看一下这只哦，电动的哦，这携带方便，咱做一寡工具的，其实拢用得到哦，做木工的也是做铁的，
这个就是现在家庭都开始有做 DIY 哦 ，DIY 对 DIY， 我自己在家做小木工，小木工是可以使用的机具。哇哟，对，它一个是电动的，是一个是手喷式的哦，传统式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背铁桶，那以前的铁桶它很重，一个大概十几公斤，那现在我们这个大概两三公斤而已，哦，非常的轻，对，像一只手就可以了。我们介绍这一台离键的十二寸的电锯机，在我们这一台的话，它有三个安全开关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一定要电启动，哦，电要启动，对，再来要这边按了，它才能用。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我现在没有使用，只要放着大概在30秒、1分钟，它就会自动关电。对，机具我们都会建议，永远不要把电池放在上面，不使用就是电池拿下来。你充饱电，这只当用多久？那4.0的等级，上只在半点钟以上。这上面叫篱笆剪啊，就是你要往前。往前这样。征求啊，哎，征一挂篱笆九重格。当时像啊，咱是拢爱精修，拢爱调整。要修造型。哎，咱来要修造型，不用再来修了。哦。它大片呢？较大片呢。对。还可以抽换呢。对。我靠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不管怎样，电池记得先拔掉。对，然后像这样，咱来修槽安尼修，就像这样修，这很方便呢。对啊，这就是属我们家庭式的。那我们像这样一台，这样一组，大概配电池配到好，大概在2000多块。咱家手机呢？这也有哦，哦，你就人来做这个，要求啊，恁兜面才这样呢，啊，这样洗完，这个也是安全开关，这个要。有听到哔哔了，它才可以用。你加什么货？你啊，就咱种山啊，咱这个山啊，几点有个搞啊？咱要搬山，咱早起用加刀家己遐整，咱就用这整起来了。你有发觉啊？吼，安达多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电视拍死全部，大家拢会通用啦。所有机构拢会使，只要是离电拢会使共用。通用的，因为一颗电池，你买10台都可以用10台。然后像这个是咱讲的，咱种做你家己厝洗车。哦，咱洗车是内底啊灰尘啥，咱用吸尘器嘛，是袂清气，所以咱就用这個。哦，啊，来我 ，OK， 我两码。送。啊，这只特殊是伊会使转角。因为咱的有些角度，因为车不会转那边。要吹人个，要吹家己弄。对。吸尘器。吸尘器。咱车用的吸尘器。车用吸尘器，有吹的就有吸的，对，一定要通通都有。哎，这简易式的，咱你出来要洗车、要喷啥拢会使。啊，这算家己倒去抽水，对，伊会家己主动抽。咱去洗车，赶快弄角度。角度不一样的。而且看洒水的像这，买阿辉啥洒水的是这会使。对，这有防水无啊？这拢有，无问题。咱的物件拢是有经过安全的认证的。原因吼，咱就使吹得通。来，上大盖安开了。可以。重点，咱来以4.0的电池，嘛是半点钟。电池安搁加大无？你上大的电池安到5.0，40分钟至50分。了解。嘿，对，咱要定时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4个小时自动关闭也是可以。探照灯。对，就咱咧做安溪，也是讲咱去露营嘛，是会使用的。反正电池加传几粒嘛。对。咱互你用足久的啦。看一支的，专门拍水里控的。伊会豆豆啊松呢，你唔免做大烂呢。喂，它还会回填哦，各样倒溜溜倒来。对。咱这也是离电的压机组，会使两架300平方的电线。像这种声音就代表好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它就会自己推出来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它可以旋转的。因为我们的角度的关系，很多朋友。不知道什么叫分耕水泥咧灌浇了料要靠这个，然后冷去操作整瓶，让它粉亮，粉亮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再去做其他的洗压给。所以这个叫分耕机啊，因为野营是没有电的。那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一台自行转变频的发电机，只有后面排气的这个声音了哦。量价到偌多啊？2200万。边冷班哦，1公升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你记得洗小型的，所以只有110，然后包含 USB 接头，然后它这个有分运动型，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用可能电风扇它可以，
哦哦哦哦，还可以提高运转。咱不管是做行李，还是讲咱迄个露营，哎，都是一个很方便的机台。咱穷人呢，一只差不多拢是1000多块尔啦。1000多块爱当穷偌久？应该看咱的人呐。因为咱人呐有大细粒，然后阮有测试过一条，19寸的，阮差不多大概拍一条差不多3分钟，大概可以打至少8颗以上。对。你讲用4.0啊，5.0，2.0的就可以。4.0的唔得，安个灌入对。对对对。啊，底下会过热无？不会。因为它是靠吸空气进去去打的，那你如果说要选配一些4.0、5.0的电子，所以价格就会拉高哦。那我们5.0的电子也不贵，我们的电子一颗在1700。其实安尼无贵啦，我也使用过，好像是 Milwaukee 还是某点呢，其实基本上一台要10000多。每家他们的设定的价格会不一样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价格贵，因为他们是属于在工程部分。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大品牌的一些电动工具里面，他们完全没有的，就是我们。这些手工具跟一些原理，只有我们做全方位的，等于说我们家庭需要的东西，我们几乎都有。我们是做全厂牌、全系列的，全系列都有。不怪恁讲有800多项啦，腰酸惊死人哦，通通都有。嘿，压轴啦，要接电线啥拢。咱要找工具的，免走我坐紧啊，朋友。今日袂用讲伤济，袂家来看吼，这物件太济，无我都全部拢介绍啊。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消费者来报告一下？我们这 TOTO 的品牌，台湾现在只有目前大概2年左右。那各大品牌的话，对一些民众来讲，它的价格会比较偏高。那我们 TOTO 来到台湾，是希望是在走在 DIY 与工程中间。高朋友这边，高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人，你除了弄来做一些 DIY， 哦，阿兰基贝瓜各大品牌价格太高，然后在虾皮或者是一些脸书。买的东西又是没有保障，所以我们的东西是比较平价的方式，让大家都可以买得起。需要诶，拢会当来遮选购安尼。我物件啦，歹当然买来找阮苏董。好，咱今日诶节目进行到这，感谢你这一集的收看，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 TOTO 的产品哦，让更多人来使用我们的产品。祝咱的所当的行李兴隆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